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有了这个通行证，整个将军衙门监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老吕啊，我知道有你就有如天助。我是第一次看你发脾气，真挺吓人的。我这个忙可帮到家了，你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别，什么？吕兄，这件事还没有完。干什么？陪我去一趟。我去干什么呀？别忘了，我们现在坐一条船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共产党简直没法说。走走走。马先生命令，快速前进。长官好，请出示你的证件，请把配箱留下。我这可是一个好枪，放好了。是。带过来。林兄来了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总裁侍从叶雨飞，现在借调到荣战做副站长啊。林兄，这位就是魏典一长。哎呦，幸会幸会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叶侍从大驾光临，卑职荣幸之至啊，请到我的办公室稍事休息。魏典一长，不客气，兄弟还有公务在身。叶兄，魏典狱长这么热情，我看咱们还是到他办公室坐一坐。好，那就打扰了。叶侍从，这边请。请。老弟，我这还得请老兄在上峰面前美言呢。好说好说，魏典狱长恪尽职守，早就应该提拔。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兄弟我身上。
我这备了薄酒，一会儿请叶兄、吕兄一起用餐。太客气了，那咱们就，我们这里还有点事儿，要不咱们就先……哎呦，看我只顾聊得高兴了，请随我来。好。两位请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不要紧张，我来看望看望你。坐。老吕啊，你也坐。好，那你们谈啊。什么手？你多虑了。哎，小洛，你坐。我知道你是共党。你怎么知道？何林告诉我。我妹妹是不是因为你才被共党利用工作？不是，大哥，真的不是，真不是。你们是亲戚啊？现在还不是。他是我妹妹的男朋友，那还不都一样吗？订阅点一点，感情更长远。